水果店，我们把缺少的水果补上吧。李子、芒果、草莓，草莓在这里。草莓这个呢是橙子，橙子。这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杏子，大黄杏。大黄杏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看一看。这个篮子里的水果呢，我们已经全部补上了，有杏、芒果、草莓、橙子和李子。再来看一看这边一个方的篮子里有什么呢？有石榴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是龙眼，把缺少的水果补上。龙眼呢又叫桂圆、猕猴桃。这个呢是猕猴桃，看一看上面的毛茸茸的，看得很清楚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樱桃，樱桃是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水果很小，但是很好吃哦。这个呢，就是樱桃。这个篮子里面的水果呢，我们也全部都补上了。看一看这个三角形的篮子里面有什么水果呀？有枇杷、柠檬和莲雾。这个红色的水果呢就叫莲雾，吃起来脆脆的，甜甜的。水果柠檬。还有吗？哦，上面还有一个篮子，椭圆形的。这里面都有什么水果呢？有橘子、哈密瓜、菠萝和葡萄。我们来看一看葡萄。紫色的。哇，很新鲜哦。还有什么呀？哈密瓜，哈密瓜在这里，吃起来脆脆的，甜甜的。还有什么水果呀？菠萝，菠萝是这个样子的。菠萝，所有的水果都补齐了。看一看，我们今天认识了很多水果，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，有紫色的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